因为他说我礼拜六哈、哦，那六个越南的同乡来，我要讲三宝给他听。嗯，那是个重伤。是用人咱看啦，人讲修道人不初自性道便有余啦。我发感谢你讲，这是助理用的啦，因为我伫咧同助理用，伊讲啊，歹势，我拄仔未记得用三十几张。其实伊讲的，我发现都是我听的，但是也是真的，像他就讲，你读德清啊，读人才都袂晓讲，你都无看到袂晓讲呢。其实，若要讲题外话是。